奇拉比的火影冷知识。今天分享五个火影冷知识，火影玩家看到最后一个，估计自杀的心都有了。咱们先来看第一个，当你使用普通忍者站在木叶村，左上角这个月亮没什么特点，很普通。但是如果你登场戴土白面具，这时左上角的月亮就会变成红色。这一幕也是还原了火影的动漫细节，有东西的。二，游戏内分为 S 忍、A 忍、B 忍、C 忍，很多人都不知道啊。当 C 忍离敌人这个距离，受到伤害只能原地替身。但如果你用的是 B 忍，同样的距离可以踢到敌人身后。同理 ，A 忍可以在更远的距离替身到敌人身后。S 人距离最远。简单来说，刻的越多你就越牛逼。三，玩家在打决斗场的时候，同时带上须佐助还有忍战香菱，在佐助对决绝兽时，香菱会出来让他咬一口，并且恢复一点点生命值。四，在前两天的火影策划书上发生了一件令人发指的事，当时游戏策划正在爆料新者，哎，右下角这两个人，你们在搞什么小动作？在这么正式场合里，我强烈唾弃你俩这种行为，我要狠狠地谴责你们。这个人好像是我，那我祝我们两个幸福。五，火影玩家看之前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众所周知，玩火影每天分享一下，玩家就可以得到十金币。但是你绝对想不到，你打完断路赛时，此时这个分享拿金币和主页的那个分享拿金币，两者之间并不冲突。快算算你损失了多少金币，让我看看评论区有多少老哥破了防。